你若是不答应我，一世人我都把你定掉掉。妈，这次就拜托你做我跟家人的见证人。是答应我，因为你知影我比任何人都靠耐心。你若是不答应我，一世人我都把你定掉掉。我以后不准你用这款的方式和我惊喜，啊，若无我会直接和你惊吓。只要你答应我的求婚，我保证。每个我一开，我你这个话意思就是，我若是无定头，你就要继续和我争吵。嘉玲，你看那边，有一片真明显的爱心云呢，看起来吼，可能天公伯啊，嘛在给恁祝福啊，派爱心云来表示啦。这就是伊哦，对你上好的安排。张嘉玲，你本身你承认，在阿妈的面头前当面拒绝我吧？你若搁提阿妈来讲双笑，我就马上跟你离婚。我保证袂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阿妈，嘉玲答应我求婚了呢。恁两个人都徛在我面头前，我听得真清楚啦，恭喜呢。好啦，你可差不多了啦，阿妈你真会拍戏。我安尼看，较袂拍戏啦。咱两个拢已经结婚了，是咧拍戏啥啦？我即马要讲，全世界的人知影，你张嘉玲以后走袂去了。我嘛不准你搁离开我遐尼久。你放心，我机器人会把你的手砍掉掉。少强，阿妈，刚要食红豆饼。都被等来啊，小烫烫。嘉玲姐，放心，等来啊。哦，啊，那这么久无见，还是等来，就把嘉玲姐的手，砍掉掉。那呢，我就做一届，让你看得更加清楚。哇哦！四姐哦，不是跟他等来尔啦，伊是等来跟嘉玲求婚的。而且嘉玲嘛已经答应了，我都真假啦！敢有人会摕这种代志来讲耍笑 ？Oh my gosh！ 所以恁两个这段时间拢偷偷来哦，啊若无进度，那平有一个这尔猛啊？哦，无声无息呢，一顿来就安尼，赶紧进度。太过普通就无像我的个性。